那个像我觉得那个推文下面推的所有歌都不像，可惜我没有 PTT 的账号，而且八子的 PTT 版已经被废掉了。我觉得我们一直很帅，可是那个都没有人要看。然后，对，接下来是就会走一个，因为没有人要看，所以我最帅这样的迷失。大家都对，就现在大家都知道乐团的时代来临了。你看嘛，大家会笑嘛，大家会笑。乐团赚钱的时代来临。对，你知道我们虽然玩了这么久啊，那个每次专场。也没有什么人看，有啦，今天还是很多人。Yeah. 谢谢大家今天过来。但是跟今年一起入围那个最佳现场奖的对手来说，大家说干，你们今天卖多几张？100张，哦吼吼，100张。对的，哦，100张。上次卖1000张，就是我们差不多就这种这样。如果以三国时代来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没有。连白虎，我们是张鲁。张鲁。对，没有。如果各位有玩过《三国演义》的话，就知道。张鲁是唯一存在最小的国家，只有在汉中一个国存在3个剧本以上的。跟我回去看，张鲁从头到尾都在，就像巴斯曼和巴子从头到尾都在。只有三个剧本，张鲁只有三个剧本，三个剧本，除了黄金之乱。还有吕布那个剧本之外，吕布之后全部都在。88个8子就是张鲁，一起来跳舞。Never die the same.
爱到天明，寂寞的心还会一样会温暖我。